这小曼呢，她是一个非常认真，然后人又长得漂亮。但顾问是什么东西都说到位，因为他做出了功课。你让我弹几下都可以哦。你要拍蝶式。有没有觉得演这一部戏什么都要会？还蛮需要的。每天看同样的景象不无聊吗？海水、天空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是同样的景象。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竟然是自己坐一艘木船。一直追，就算心碎。我想要自己去经历每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。在今天终于